我又卡了。卡了是不是？完了，是没吃到。完蛋，失误。啊！你怎么掉下去？哇，这个范围好大哦！我的天！有，我好像找到你的弱点了。以前去 Google Play 每个都赢的你，现在终于找到弱点了。好啊，那我们要先讲规则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讲我讲，你讲好了，我讲，是不是？交给我们最专业的，来吧。我先讲，我们这个规则很吵，谢谢。Walker 是水蜜桃老师的五十个会员，所以我们是幻想中的一个感觉去做的一个规则。我们会先玩这个相邻的这一个关卡，然后因为这个相邻的关卡是单机的，有点是解谜的一个感觉，所以我们会同时就是三二一以后开始，然后我们去比完成的速度。那我们比个五关，然后就是如果你完成一关，你就直接继续下一关。啊，你就是过程中你还是要讲话，不要太认真。你说我在 Google Play 太认真了。对，一直解不讲话。有时候太认真就不小心就忘记讲话了。我们比完成的速度，就是谁最先把五关打破的人，那一个人可以抽一张小月卡给他的观众，然后输的人付钱，这样的概念。闲云的也是一样，闲云总共是三关嘛，那一样就是我们数三二一，然后一起开始，然后打完三关的人就是先讲，然后一样赢的人可以帮他的观众拿到一个小月卡，然后是这个。输的人买单，输的人付钱。这两关玩完以后，这个就是我们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在那边玩，所以都没有观众嘛。但我们会玩那个加敏的那个关卡。加敏的那个关卡是总共有三个不同种的关卡，我记得我们会邀一个，就是他们要拼手。我们有三场，我们会变成一个二 v 二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你那边找一个观众，我这边找一个观众，然后我们二 v 二，观众的分数不看。如果我的分数比卢罗罗高，那我这边的那一个陪我玩的那个观众拿到一张月卡。那如果是你那边的分数比较高，那就是刚刚陪你玩的那一个观众拿到一张月卡。然后我们这样子进行三次，所以你会选三个观众上来，我会选三个观众上来，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有战术性质的，就是你要阻止对面的实况组去得分，还是你要帮自己的实况组得分。观众的分数是不比的，因为观众可能玩过很多场了，我们是完全没玩过，我们是菜鸡，所以到时候进去，如果比如说他可能很努力的帮我，然后我就是一个废物，那他就拿不到月卡了，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我们要我们先去那个相邻的那一个位置哈。第一关是山珍正方矮，对面直接矮哦。哇，你文学造诣很好。好，那你倒数吗？倒数完就开始挑战，这样。我们现在滑鼠在这个开始挑战这四个字这边嘛，然后倒数完就开始挑战，然后先过关诸位至八宝的人就喊一下。好，好，你倒数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要干嘛？回溯我要去拿那个香菇吗？这样子。下一关，拿到香菇就过关了，好美。One hour later。箱子就是我的手。哦，这两个一起。这是最后一关了吗？到不了八宝是最后一关啊。对，八宝最后一关。哇，卡关。懂了，完了，快，胡妈不要睡，走过来啊，过关。啊？等一下。我是不是卡了？偷看一下你的画面，没有，你这个没死路是正确的。啊！啊！有，我好像找到你的弱点了。以前去 Google Play 每个都赢的你，现在终于找到弱点了，好像终于有一个会输的，好像这种突然出现的新规则，要花一点时间熟悉的感觉。哎呀，他们说你是很坏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讲男人？你偷看下一题，下一题更难。他这个下一关设计的很好，很很
很厉害。你玩上瘾了吗？对啊，我在偷过下一关。你要试试看下一关吗？有，我也在偷过。你在偷过？这个箱子可以推箱子吗？ No. 不行。那我是不是卡了？哦，可以回溯。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好，好像都不太需要用到回溯，感觉不是唯一解。卡了，我又卡了。卡了是不是？你的箱子怎么变成这样的、啊？所以下一个是那个闲云的，那我们要看分数还是看那个时间呢、啊？这个是总分吗？大家你们解过的时间记在分数里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看三关的总分这样子。反正就是不要碰蓝的，要碰烟花，不要碰蓝的，碰蓝的以外都要碰。不能碰蓝的，它还要自己动哎、欸。还好我有带夜蓝。完了，是没吃到。完完蛋，失误。What is it？ 你怎么掉下去？你掉下去了。我玩到下落攻击。下落攻击好像可以直接重来下一把。哇，这个你有发现要等，好厉害！我刚没有发现。你过了。对，我刚过。我不知道你在来来回回。几分？我3740。我4860。差那么多，完了。主要是那个时间吧，我时间快了你一分钟。它会变吗？变了。感觉时间最重要。快！4420，可你的得分比我高，我是速度比你快、啊，所以要手速快。这个强迫症没有吃完就会不舒服。然后速度最重要，速度啊，问题在哪里？嘿，完蛋，我跟你一样，下落攻击吗？下落攻击，快！哦，耶！5140，5140，啊，就走上去，看我好飞啊！听起来不妙的感觉。意外？不是，他在怎么上去？4.4版本新潮流下落攻击。Nope。禁止传送哎、欸，我好像，没嘞、欸。我要30秒。哇，你卡在一个好尴尬的地方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可以。夜风弥散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到了，2340，我好像要重打这一关喽。你是11620，我是14160。一四一六零，你怎么加了我3000分了、啊？你刚刚不是输我1000吗？你的下落攻击、我只能说这一关的设计比较很特别，它的那个终点有陷阱，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重过一下这一关。连3000。要拿3000保底，我没有3000，非常愤怒。我这边征求一个观众来跟我一起打败露露露，只要我的分数比露露露高，那我这个观众就能够拿到月卡。哇，这个范围好大哦！快点去撞他，快点！快点！这样撞我啊！我只能说109分。快点！很好。露露，你是不是想撞我？快点！喂，你要撞我啦！我决定了，我要一直撞露露了。拿起来哦！有了293个饼，我是大饼王。所以要撞人还是要吃？要吃，因为你最后看分数啊。我以为要撞你才会拿到饼，好像也会拿5个饼，感觉阿秋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拿到月卡。好，再来就是第二轮，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模式、啊，这个是要在高台上停留时间。那感觉很难耶，那感觉会不会撞走我 ？Why？ 他一开始撞人就有分数哎。
哎、欸，不是你把你把饼拿走，那我拿个屁分啊！我不是我的，哎、欸、，AI， 你知道吗？是我的分数，不是你的分数。给我！你这样子拿分没有用啊！不是我要拿分啊，只看我跟露露露的分数啊！你可以帮我把露露露撞走吗、啊？你分数这么高干嘛啦？完蛋，我觉得开场 DA 选错那个玩法，我们暴输一波。耶，内鬼！内鬼 ！DA 是不是内鬼？他说他以为他要捡内鬼啦，怎么有人送他订阅 ？DA 输了，但他领到一个订阅，不知道是哪来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感觉好有内线交易哦。好，再来第三场。这个要躲在安全区域哦，所以这个是剩下的分数越多越赢。亚美罗，范范，你要出去啊！你要去撞露露露啊！你在那边跟我呱唧干嘛啦？哇，你撞我了干嘛啦？范范，哇，队友来戳的，好像不能躲在里面。我发现躲在里面分数没有比较高，我要把露露小妹压在角落。我到底是被谁撞？我为什么一直被撞？完了，不妙不妙！我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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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给你转了，我给你转了！不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哈哈，撞到你喽！差一秒。这游戏好玩哎，比我想象中的好玩很多。感谢感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